陈氏太极十三杆。陈氏太极十三杆又称十三大枪，是陈氏太极器械套路中长器械重兵器的一种。杆采用3米多长、尾部较粗的白蜡杆制成，套路以13个动作组成，故名十三杆。太极十三杆套路短而精，没有五花动作，一招一式用法逼真，威力无穷。它以粘、缠、绞、拦、劈、崩、拖、挂、横、扎、抖、架、调等杆法独具特色，是陈氏太极器械中的佼佼者。